内容呢是这个宇宙人的新专辑。整场都要穿很帅的鞋子，所以彩排舒服一下，常崇尚自然，对，是蓝白拖。这就是第一次，全部的歌都是我们自己的歌，今天就会有一种拥有这场演唱会的感觉。这算是我们第一次挑战 Legacy， 之前卖票也卖得蛮辛苦，希望经过这一关，然后下之后都会比较顺利。我讨厌你这首歌最后有很多的人名，我原本想要把它变得有点像刺青的样子，就看起来超帅，结果笔太细了，看起来比较像手毛，长不齐的手毛，好丑。我知道不是彩虹，也不是很一二三四然后这张专辑我们筹备了两年，其中包括当兵一年，算蛮久的。总之，大家应该看到我们蛮多的不一样，买 CD 就知道有更多的不一样。真的，有裸照。等一下有一个超级80年代 Guitar Hero 的 solo。看到那边要帮我尖叫好不好？然后，对啊，现在可以女生跨坐在男生的肩膀上，把上衣全部都脱掉。这是我最想看到宇宙人观众的样子。虽然说是只有在那种类似 push up 才看得到，但是我们要让华山的 X 变成虎狮塔克。我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小孩未来的路有多艰辛了，还打算要成为一个摇滚歌手。告诉你，从今以后就是死路一条了，真的。我们都要闯进这条死路。我没办法励志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，我们想要做到一些什么事情，我们就一定会去做。像你刚刚去环岛，为什么不去合作高山的话？为什么不直接去花莲，然后要绕台湾一圈？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，当你该选择两条路，然后你选择一条，就一直走下去嘛，走到大为止，该是不对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记得阿信说的话，所以大家都会听这样。感谢大家今天来，虽然我们后面打太多赛，但是我觉得好爽，好爽。我刚刚一下来就收到简讯，然后我也没有跟我说变很成熟，然后新歌很 fresh， 谢谢大家。希望你们听 CD 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宇宙人 groove up baby。